车改通风层，增加中间的隔音。嗯，改善中间这个空间啊，再增加那个把它收起来的那个地板比较好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把董哥暂时移到赛鸽处，这是母鸽，一方面公鸽先入笼。加班了，房盖做好，鸽舍改建工程，总鸽舍改建，暂时将多出的总鸽单独饲养。然后母鸽先放到赛鸽处，暂时有包括不同的种鸽，所以鸽子特别多。暂时安置几天，改建完成再放回原来。在这里，鸽舍。目前种鸽是属于净，种鸽舍是净空的状态，等待赛鸽回家。母鸽暂时关在这里，加上帮母鸽抱出来，做内部整修，油漆保养，中间现在再做一层。这些工科也放在这里，同时所有鸽子都在这里，所有的母鸽还有所有的鸽子。9:12